谁是猪，谁是狗？啊？你还觉得你挺有本事是不是？老关，想干大事的人多了，谁都想干大事。什么是大事啊？啊？安安分分、兢兢业业的工作，这才叫干大事。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谁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那还是人吗？还臭工人，臭工人怎么了？老关，工人既然是工人，你就得好好干，你就得为国家做贡献。老关，别生气了，你这身体不行，不能生气。不是跟你说一百遍了吗？不说这声，你说这孩子。哎呀，老关，老关，宝玉呀、啊，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心呢？你啊，这些孩子。我说老关呐、啊，这药能喝吗你？行不行啊？我是谁、啊？没问题，能喝。看着啊，那么慢点啊。送下，送下，送下，二口，送下。我真佩服你，过去我也给别人弄过这个药，那个人喝一口吐一口，喝一口吐一口。我是啥人啊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不是凡人。咋的？你还跟我们有差距啊？还是怎么的？不是，不是，朱大夫，我是说呀、啊。你人还行、啊、那你啥意思呢？你看你对我这么好啊，又给我看病，又给我弄药，我得感谢你啊，周大夫。我怕你死了，你死了高秀兰又找一个，我不遭一回罪吗？那他要再找一个，我这不就等于遭两回罪吗？我是怕你死了。你这个猪瞎子，我说你到现在都没正经呢啊。这病，这个吃完这药见效不？挺好，挺好，还行啊。行，苦口良药。是是是，哎呀，喝完了都出汗。哎呀，那是啊，来药劲儿了，那就。侦察连练的不是花拳绣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战场上，一个人面对两个以上敌人的时候特别多，这要求我们怎么办呢？那必须在平时的训练里边，动作一定要快，出手一定要狠，听清楚了吗？听。好，继续训练。亲爱的宝金，见信如面，我写了两封信，你才回了一封。我心里既怨恨你，又体谅你。我知道你最近训练很忙，没有时间给我写信，我也就不挑你了。这些年你在部队进步得很快，入党、立功、提干，许多人提到你都说，真没想到张宝金能出息。他们没想到，我却想到了。在青年点的时候，我就看你和大家不一样，干什么事情都有股子狠劲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这种性格特别适合做军人。你如愿以偿，将来的前途是很光明的。可你不能光想着你的事业，也应该想想个人的事情了。我们都老大不小了，点儿里的许多同学都有孩子了，可我们还都打着光棍呢。我希望你能在休探亲假的时候回来一趟，把我们的事情商量一下，最好一起办了吧。你心里踏实了，也有挂念了，做事情的劲头就更足了。我说的对吗？说这些话的时候，
我有些脸热，心还砰砰跳。你别笑话我呀，宝剑。想念你的红霞。我说小秋啊，啊，咱爷俩一样啊，不光挣钱，啥活都干，洗衣服做饭不容易啊。爸，我哪比你啊，你啥都干了，妈感激你，从来不小瞧你。咋的，娟子小瞧你了？说我爱面子，空有一个手艺不能往家里赚钱。40多块钱的工资，那还少啊？他说现在挺多人成万元户了，过几年这10万、100万的遍地都是，咱就成穷人了。我说，他以前说过这话没有啊？没有，就这两天，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。哎，他最近和谁接触啊？不知道。我说小秋啊，你也留神点啊，这个娟子跟他妈不一样。他妈能守住自己的心，这娟子有点像秋天的树叶，那说变就变。师傅，咱不提这事儿啊。哎，师傅，我闻这屋里这几天怎么有股中药味儿啊？我喝中药了。你病了？没，关节炎，老毛病了。关节炎？啊，我以前没听你说过关节炎呢。怎么没有啊？这。哎呀，老毛病了。哎，三强，三强，哎，你看看我这个多好，哎，你看，你那个不行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哎，我这看我这腿长，哎，真是一个人喜欢一个样，我就不喜欢腿长的，长得像仙鹤似的。哎，那个好，看我这，我看这个，你们几个小子，我估计你们就在这儿了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录音机，哪弄的？借的，就借一上午。哎，太牛了！哎，有带没？有带在里面了，还有四个，放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没上班啊？我们在这开团圆大会，多好啊！就你还团圆呢？去，就他妈的那么回事儿。哎，你俩怎么没上班啊？他呀，三强请病假了，我那破单位人丢了都没人找。哎，哥，你看看，哟，这是从哪来的呀？三强的哥从香港带回来的，哎，花花公子。给我看看吧。哎。哎，同志，这屋里的孩子有没有个叫王大宝的？哪个是王大宝呀？你找王大宝干什么？啊，不干什么，我就想认识认识他。哎，园长，啊，王大宝他妈来了，你跟他说吧。干啥呀？我去看看大宝。哎，园长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厂新织的布，你看给你们阿姨做服装行不行？不错呀。挺好的，是吗？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回去歇会儿，我一会儿上你办公室找你商量商量。好，那我等你啊。哎，行行行，那这布你先拿着，你先看看。啊，行。上这儿来干啥呀你？啊，你干啥来了？你干嘛这么厉害？我来看看大宝。谁让你看的？他是你孩子吗？你赶紧给我走啊！想干嘛呀你？你要给我带哪儿去啊？别害怕，我又不会害你。你给我停车，我要下去。停车！停车呀！别急，前面就到了。是吧？前几天，走路都打晃。
按住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你呀、啊，明天还有一瓶，打完就好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。挂完了？哦，挂完了。你过来一下。哎，好了啊。哎，好嘞。有事儿啊？老关呐，一大早上就喝上药，哎呦我，吓死我了！我真服了，我看他一口就咽气，我看他直打咧咧。他这个人呐，个性强，你说要是换了一个人，听到这个病，那还不倒着了？他不行，你说这一早非得要上班去，我不让他去都不行。别理，他想干啥就干啥吧，他理论是对的，全当没那么回事。小兰，那个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啥事儿啊？李静林那小子回来了。他不是听说他去南方做买卖了吗？也在那儿成家了。又离了。昨天上我们家来看他老姨来。他说呀，要看看和娟子生那个孩子，还要找娟子谈一谈。找娟子谈谈、啊，有啥好谈的？他这种人呢，不能搭理他。是，我也不搭理他。这不是他来看五凤梅吗？啊，看他老姨给塞了2000块钱。哎呀，你看这五凤梅啊，感动的。哎呀，女人呐，就这么……哎呀，你说啥呢你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不是说你，秀兰，这件事情啊，你一定要提醒娟子。别让他吃亏啊！千万提醒他，别搭理那个混蛋。是，人家娟子现在跟小秋过得挺好的，不能搭理他，不能理他。哎，秋兰，那啥，我也有件事，我想求求你。说吧。你看，我们家朱琴呢，都26岁了，谁给他介绍对象他也不看，我估摸着。他还是惦记你们家宝银，可是我都跟他说了，你宝银大学都毕业了，在省出版社工作，能要你吗？可话是那么说，你再给做做工作。哎，我听说宝银好像没对象。这我问他，他也不说呀，他说他不着急。哎，你说宝银还能恨朱琴吗？哎呦，孩子的事儿，这我哪能知道啊？那啥，我给你问问啊。哎，李静民，我现在生活的挺幸福的，你能不能别老缠着我呀？你走远点，越远越好。娟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认识，我不知道。哼，那是你不说实话。这个地方你能忘记吗？这是咱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那个时候真他妈激动！行了行了，别感慨了啊！你有话就赶紧说，我没空在这陪你闲磨牙。娟子，你还恨我呀？不知道。可我不恨你。这些年，我在外面做买卖，女人没少接触，可我从来就没有激动过。说的难听点儿，我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儿。臭流氓！我就喜欢听你说这句话。咱们俩第一次在这约会的时候，我要亲你，你就说我是流氓。那个时候的你，真是纯呐。你要没什么正经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，我说这是正经话。娟子，你在我的心里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我这一辈子也很难把你忘记。
我现在能够活得像个人样了。我感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奋斗目标，我这辈子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能否把你卷子重新再夺回来。要想把你夺回来，就得具备条件，所以我拼命的去赚钱。我现在有钱了，我现在已赚了20多万，在这座小县城里，我估计是最有钱的一个，这20多万永远都花不完。娟子，回来吧，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，我们一家三口人生活的会十分美满的。你没白日做梦吧？一家三口，当初我怀孕的时候，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。别说你有20万，你就是有200万，有2000万，我不稀罕。你有啥招？我现在跟王小秋生活的挺幸福的，我们的孩子也挺好的。你要是敢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，我跟你拼命。还有，带着你那20万走吧，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就当我们从来都没认识过，也从来没有过那个孩子。娟子，我死不了那份心。秦子，哎，柏叔啊，来看书啊您。我看啥书啊？哎，我啊，帮柏叔办点事儿。啥事儿您说吧。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包书剩下的那些个牛皮纸什么的？有，我这就有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。您糊炕用啊？糊啥炕啊？咱们酒厂啊要去省城评奖，这个我不是省城有个亲戚吗？给人去活动活动，带点山货去啊。包啥啊？那这些够吗？哎，不用不了，用不了，有这么多就够了啊。白叔，嗯，您一个人去省城啊？仨人呢，有事儿啊？那个，我想托您带点东西过去，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把东西啊给我送过来，啊？行，我下班给您送去。好嘞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白叔再见啊。哎，不客气。秦子，这梨可好吃的，嗯，尝尝，可好吃。你包啥呀？嗯，我看看。您别管我，我看看看包啥。你还想着宝银呢？秦子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都26了，该找对象找对象吧？啊，给你介绍的也不少，挑个条件好的、本分点的。结婚算了啊，妈，你就甭管了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只要张宝银不结婚，我也就不找。什么时候他结婚了，我再找对象。还有一辈子不结婚呢？你傻呀你啊！找谁？找谁呀？我就找你小子，不认识老柏大叔了啊？哎呀，老柏大叔，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快来快来，坐坐坐。你小子，哎呀，宝银啊，你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，我到你的编辑部去了。你们编辑部那女同志啊，热情，她呀，把我领到这儿来的，说是你在宿舍呢。是是是，这不有一篇稿子要的急吗？好，我们主任说回宿舍写。哎，来，表叔，您喝茶。哎，不愿忙活了。
哎呀，宝银呐，好多年不见，你变了啊？变了吗？是，我听说你去黑龙江去了好多年呢。是，76年我去黑龙江了，77年恢复高考，我就考上辽宁大学了，这不一毕业就分到报社工作了。报社的工作好啊，多少人都想来啊。啊，我好像听说宝金在部队里头当上连长了。对，行，你们这哥几个不错，有出息。你妈呀，那没白受累。嗨，还行吧。白叔啊，您挺好的。我好什么呀，老了，退下来了，这酒厂呢又把我返聘回去了，搞一些销售什么的。这不最近啊，省里头搞一个评奖，让我来活动活动。那个朱琴知道吧，他听说我来，特意啊让我给你啊带包东西。朱琴给我捎东西？是啊，你看你看，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朱琴这孩子啊现在还一个人呢，我听他爸说呀，好像是在等你呢。他说啊，只要你不找对象，他就不找，而且是你要不结婚呢，他就不谈对象。你说这孩子，这不傻实在吗？是啊。老爷，有对象了吗？哎，白叔，我这毕业才几天，等事业站稳脚跟再说吧。我也不着急，我。那倒是。哎，这个朱琴不错呀，啊，人热情又漂亮，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哎呀，白叔，我这不着急，在这事儿再说吧。啊，你小子，你给我打哈哈啊！行行行，年轻人的事儿啊，我们这人管不了啊。哎呀，没啥事儿啊，我就走了啊。宝金，您留下吃饭吧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你就甭跟我客气了啊。哎，您别走啊，刚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算了，我赶紧还有事儿，回去了啊。成，我送你。行。斧子哪儿去了？在宝玉房间呢。钥匙呢？那不在那儿挂着呢吗？这是啥？啥呀？哎呦天哪，这在哪儿弄的呀？在宝玉那屋。这事儿啊你别管了。我不管，你说他和那些小痞子在一起能缺出什么好来？你看你还火了。我不是火了，要再样下去我告诉你这孩子没出息。高峰时月在一杯。哎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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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啥呀？快看快看，录音机。妈的，抢的，走走，抢的！哎，哥们，算了算了，这大白天的，咱抢人不找命吗？抢可犯法呀。也是，这要是犯了，我叔叔也救不了咱们呢。哎，走，便宜这小子。哎，这么好的录音机，妈的，太可惜了吧。也是，等咱有钱，咱也买一个。啊，就是，算了算了。行不行啊？玩的这么热闹啊！哎，王姐啊，宝玉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
这个是我们原来点里的点长，王红霞，原来我们点长，现在呢是咱们工行的工会主席。哎，鼓掌鼓掌鼓掌！哎，这都是我哥们儿，这是三强子，这个是小公鸡，哎，包子。小公鸡包子？嗨，这都是外号啊！是是是，这外号绝呀！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们玩吧，别客气。行，那好，我们去玩了。我们去玩，那我们玩了。啊，这钥匙还给你啊！谢谢王姐啊。没事啊，宝玉啊，什么时候想过来玩就过来找我。行啊。哎，宝玉，你哥最近来信了吗？啊，我哥啊，来信了。昨天啊，前两天还给我妈来一封信，说他好像最近训练挺紧张的。给你写的信肯定比给我们家写的多吧？给我写的也不多。别逗了，哎，你们俩啥时候结婚？谁知道呢？你哥也没个计划。哎，宝玉，你们渴不渴？我这儿有汽水。哎，太好了，有就拿出来吧。我给你拿啊。哎，来来，喝汽水。哎呀，双卡录音机啊！哪儿呢？哎，我们单位刚买的。哎呀，来，新的，还是日本进口的。哎，有带吗？有啊，放来听听。就是，来，哎，宝玉轻点。哎呀，轻点，哎，走。小小竹排江中游。不好听，有没有邓丽君的歌啊？咋会有邓丽君的歌啊？没有。哎，那有空带没？空带有。啊，哎，那咱自己录一个。行，在这边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手势，你们再录啊。嗯。录了啊。天王盖地虎。宝塔镇河妖，木哈木哈，正是晌午谁也没在家。啥玩意儿？哎，说错了，咱来个东方红，来。不像那，不像唱甜蜜蜜，甜蜜蜜。预备，开始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再听听。你。天王盖地虎，镇河妖，木哈木哈，真是傻子谁也没在家。啥玩意儿？咱来个东方红，来。请进。罗科长，找我呀？张娟，来，请坐。啊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哎呦，我不渴，你别倒了，我真不喝。不渴我也能给你倒呀。你现在啊，可是咱们厂的大功臣了，我哪敢怠慢你啊！你喝不喝茶？我给你沏杯茶。哎呦，不要，那这我啥时候成咱们厂大功臣了呀？你找错人了吧，罗科长？咱们厂不还有一个张娟？是不是找那张娟啊？你怎么了？我哪能搞错呀？就是你，那个张娟窝里窝囊的，她哪能办成你这么大的事儿啊？哎呦，我办成啥大事儿了？你越说我越糊涂了，这。你怎么了？再谦虚也不能这么谦虚啊！咱们厂积压那些布料，不是你找人帮着卖出去的吗？厂长说了，这回啊，跟他奖励你啊！你再谦虚，奖金可就没了呀！我啥时候帮厂里卖出布料去了？厂长还说呀，要把你调到销售科工作，怎么样？愿不愿意干？真的呀，愿意，那谁不愿意呀？做梦都想去。罗科长，是真的吗？我吃错药了？能给你开这么大玩笑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把你调到销售科，还是你介绍那位客商提出来的。他说呀，他要长期和咱们厂做生意呢。请进。哎，张老板，你好。罗科长，你好。张娟，这就是张老板，你不认识吗？你来了。啊，来了。认识。哎，娟子啊，你说到底咋回事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反正那个张老板他一来，不就说我引荐他来的，然后我一过去，我又不敢说呀，那我要是说不认识，人就不该不让我去那销售科了，到时候奖金也没了。嗯，我还在那假装跟人家认识，了半天呢。我那一走吧，我就赶快追出厂大门口，他人影都没了，说怪不怪呀？你找鬼了？这事儿是挺怪的，丹丹，你注意啊，别让人骗了。人骗我干啥呀？骗你人呗。那我不理他，他骗谁去？反正你得小心点，这年头啊，没有白吃馅饼。妈，妈，那个，你屋里枕头底下呢，过关系前洗拿去了。啥东西啊？就几本杂志。在哪儿弄的杂志啊？哎，您拿没拿吧？你吃饭，吃完饭我告诉你。不是，一会儿人来要来了，您拿就赶快给我。我不知道。也不行，你还要上班呢。我明天上白班倒班。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不能跟他们鬼混，你知不知道？啥鬼混？我就一块玩玩。玩啥玩？你玩跟别人玩，不能跟他们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像话。那你再讲我，再干啥你？你妈，你放开我！哎，老关，老关，你干啥去？别管我。老关，你给我站着啊，不许动。干啥呢？啊，干什么呢？没干啥，玩儿。玩到别地玩去，别在这玩。这是你们家院子，还我们进你们家了？你管的也太多了吧？我就管了，怎么着？给我滚！说老爷子，你说话客气点，你是警察呀？你别管我是不是警察，啊，我不是警察，我们家这点事儿我能管。快走吧，滚！老爷子，那张宝玉都跟我们说了。你也不是他亲爸，一个后爸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亲爸都没这么管我。再说了，人家烦不烦你呀？张宝玉都说了，像烦赖皮狗那么烦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啥赖皮狗啊？像烦癞蛤蟆那么烦？癞蛤蟆上脚背，不咬人，恶心人。快滚，小兔崽子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我们就不滚了，看能怎么的？就不滚。滚，听见没有？走，小兔崽子！哎呀，快走！老班子，你给我挡着！你等着，你给我挡着！我王八犊子揍的，他妈小兔崽子们！哎呀，老关，你别跟他们生气，别生气了，你这命你不要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去。回啥回？你干啥去？你回去，回去，回吧！喊什么喊？回去！进去，听着没有？开什么开？老关。进去！老关，你干啥呀？他们还没吃饭呢。吃什么饭？吃饭？这还给他吃饭？让他喝西北风！我告诉你，宝玉，一个人活着要知道为什么活着。你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活着干什么？老关，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回屋吧，快走吧。别管我。我告诉你，宝玉，男人有两件大事，一是要报效国家，二是要孝敬父母。报效国家，你没这个机会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但是你得孝敬父母。怎么孝敬父母啊？要本本分分的做人，别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，他们是什么？
那都是败类，你也想成败类吗？哎呀，老关，行了行了，快回屋吧啊！哎呀，你快消消气，快回屋吧！哎呀，看你，来，快坐着坐着。哎呀，你别生气啊，别和他们生气。看看，你管不好他们，再把你这老命搭上，我还舍不得呢。来，快把药喝了。慢慢喝啊。哒啦滴哒噔噔哒滴哒噔噔哒滴哒噔哒啦滴哒噔噔哒哒噔哒。张军调过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张老板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快请坐请坐请坐。好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好。张老板，我听说你又在我们厂子要进一批布啊。是啊。来来，喝水喝水。好。张老板，你说我也不认识你啊，你为啥要帮我呀？实话说了吧，我不是什么老板，我的老板是李先生。因为李先生原先是这个厂子里的人，不便出面，所以叫我来办这件事情。所以是李先生帮了你，不是我帮了你，明白了吗？他总跟个鬼似的在我身后啊。大宝啊，来，找爷爷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呦，大宝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爷爷抱抱，爷爷抱抱。哎呀大宝，哎呀哎呀，来，帽子摘了。哎呀大宝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跟爷爷唠唠嗑，来跟爷爷唠唠嗑。哎，来来，我炸死了！给爷爷唱歌吧，来给爷爷唱歌。我不会，教你的在家不会了，什么都不会。来，爷爷抱抱，爷爷抱抱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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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来，来，爷爷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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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，爷爷，爷爷两个玩啊，哎，来爸。哎呀，大宝快下来下来，别把爷爷压坏了，快来来来来，爸爸来，没事没事，下来。哎呀哎呀，哎，娟子没倒班啊？啊，娟子现在不倒班了。咋不倒班了？调到供销科工作去了。哎呀，我的鞋调供销科去了。哎呦，那地方门子大，那不好进的那个地方。可不是。哎爸，哎，有件怪事儿我还想跟你说呢。啥怪事儿？娟子说，南方来了个老板，到他们厂里买布料。那个南方老板愣说是娟子给引荐的，然后还非得要那个把娟子调到供销科去。结果娟子去供销科给了150块钱奖金，娟子说不认识那人。这咋回事？不知道。关师傅，王小秋。你们都挺好的吧？好不好，我们自个儿知道，不用你说。话里的味道不太对呀、啊，关师傅，我知道你这对我都有成见。我对你有啥成见？啊？我对你有什么成见？你这意思我没看清楚你呗？你这意思我近视眼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什么人，我能看清楚。关师傅，你也太不友好了吧？我得咋友好啊？啊？你人事不懂的东西，我得跟你咋友好啊？关师傅，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感谢你，因为我听说你对大宝一直非常好。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有没有事？没有事赶紧走啊，我扫地来。我当然有事了，我来看看大宝。大宝，来，你过来，看看你带什么来了。好不好玩啊？来，你拿着，来，你拿，过来过来。大宝啊，好不好玩、啊？你听爷爷话，啊，把那东西给他扔了。对，好孩子，不要他这个啊。毛小秋，你混蛋！我混蛋？我混蛋？你混蛋？滚！小秋，行，我说李经理啊。人呐，不能把事儿做绝了，啊，你得给别人留条后路，你给别人留了后路了，
就是给自己留后路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以前就是没给自己留后路，你倒了霉。而你现在也有点钱了，是不是？你也发了财了，我看你这架势，是不是？有俩钱了也得给自己留后路，别再倒大霉，听着没有？我知道。哎，你看看你，哎，挺风光的，啊，我们不稀罕这个。你呀，别上我们这儿来显摆了，啊，有钱了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去吧，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走吧，去吧，回去吧。我这辈子就是个缺德人了，我非缺德到底不可了。你给我滚，滚！烦了你。